声线百变的歌手，他就是全能艺人谭健次，欢迎向柳。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对，他要帮你喷血。哦，我以为我要站到雪里。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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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帮你擦下椅子，不好意思。好好好，来帮他打扫。对对对对，他没有喷你头上，我觉得对你已经很客气了。对对对，他们已经自己很克制自己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今天给你特意来了一个这样的，就屏幕背景，觉得怎么样？还不错，特别棒。来一个那个珍珠，对，那个珍珠，那个珍珠，你们是感觉好像看到了第二季的样子哦？真哦，你是要在我们直播间透露一下第二季的内容吗？因为有个珍珠啊，哦，因为有个珍珠，哦、对，第一季就有珍珠了，对啊，第一季就有珍珠，对啊，对对对，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刚一上来就要开始剧透第二季的东西了。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我应该看哪里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里是你的特写镜头，所以等一下如果你想要给他们特写的一些表情啊什么的，都可以对这个镜头说。然后前面里面会有一颗镜头，嗯，然后这边是产品的直播镜头，然后这边就是大家疯狂对你说的一些话的实时的一个评论，好，嗯，实时评论，好，给你拿个垫子，你看，谢谢谢谢，舒服一点 ，OK， 好，那可以看前面或者看这跟他打招呼都可以，看特写镜头，好，看特写镜头，来喽，打招呼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健次，很高兴在佳琪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谢谢，欢迎我们非常喜欢的向柳和防风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这样吧，我们可不可以用不一样的语气，就向柳跟防风被的语气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好，那就先，因为你的身份真的很多，所以就是等下就是整个百变，各种变化啊。是，好，那个第一个就是九命向柳吧。好，大家好，我是九命向柳。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哇哦，有那个感觉，少了一个那个，少了一个面具。对，少了一个面具。那这样，我们防风被啊，我最喜欢的角色。应该下雪后面。我最喜欢的角色防风被应该怎么跟大家打招呼？我们看一下那个聚焦镜头，嗯，来吧。大家好，我是防风被。有喂。我只希望你记住我，下回。可不许再认错了！哇，有防风被，防风被，我站防风被。我真的，一下就可以变成防风被，哎，完蛋！我跟你说，整个大脸红。所以就是真的，我们都特别特别爱长相思，谢谢。然后直播间 Q 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防风被第十五集出场之后的状态。我感谢你，就因为大家都一直都跟我说会比较喜欢向柳，是，但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爱防风被的。来，现场的所有同事喜欢向柳的欢呼起来，喜欢防风被的欢呼起来，哇！看到没有？是不是迫于你的威严，大家也不是啦，就大家真的很喜欢防风被啊。好吧，好吧，谢谢大家。我跟你说，谢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同事，嗯。整个今天我上班他还没有来，哎，不是说要把他绑起来吗？他就在你的左边，啊，然后你知道他从来不化妆，然后他今天为了见你，他整个大浓妆，欧美浓妆，还卷头发，然后大迟到，我到公司了他都还没来，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他说天很用力，哦，原来是你，对，谢谢谢谢谢谢，全公司都知道我为了他化妆，以后多化很漂亮。很漂亮，他说你化妆很漂亮。我每天都化。你以后只要敢素颜出现在公司里，就把你离职。好的好的，真的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谭健次。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有一个新的组合名字，叫做，来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的组合名叫做快乐奇谈，一起吃瓜。好，因为我们跟所有的女生们一起快乐谈心，然后一起吃吃瓜，吃吃我们关于各种各种的瓜。哈哈，最近在忙什么？有什么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吗？最近啊，最近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正在拍摄新剧叫《四方馆》。四方馆，对，嗯。那接下来呢，也会有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也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哇哦，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新的一些作品给到大家，无论是影视剧的还是我们的音乐作品，大家都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不一样的谭多多，好不好？嗯，那辛苦大家，那我们都是追剧人，我想要收集了一些广大网友想要问你的一些小八卦。好呀，好不好？嗯，快问快答来了啊！第一个关于我们长相思的，涂山璟钱很多，然后苍玄的计谋非常的多，向柳的优势头多不算，其他的命多，有九条命。对对对，命是
所以有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活不过你。对，有钱也不行，有权也不行，主要就看一个活得久，看谁活得比较久。对，而且身份多。嗯、OK， 身份多啊、哦。好，那相柳跟防风被，如果在现代化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他们两个是什么职业？相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个水产大亨吧。水产大亨，对不对？因为鱼来，对对，拿着那个海鲜过来，你这里卖一下，卖一下。OK， 那你觉得防风被呢？防风被的话，我觉得运动员，对对对，射箭运动员，射箭运动员，射箭运动员，非常准，可以为国家争光的那种。是是是是是。那防风被、防风衣、放风筝、防风家族起名字很草率，网友都说，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导演的问题，我觉得说的挺对的，说的挺对的，是吧？就是挺幽默的吧，这个家族，然后挺会玩谐音梗的啊。没错。好，那下面一个问题，九个脑袋有几颗是恋爱脑？九个脑袋有几个是恋爱脑？对，有一个吧。有一个，嗯，有一个我觉得是恋爱脑。我记得之前我还爱小妖的，对，有一个是恋爱脑。哦，其他的八个，其他的八个都是没长嘴的，没长嘴的那个铁血将军。OK， 来，网友说就是相柳九个头都凑不一张嘴，你怎么看？就感觉说话很笨在里面。我觉得说的对呀、啊，但是他有他的枷锁在，他有他的宿命、包袱在，对他没办法，所以也请大家多多体谅他啊。是，好，那刚刚我们是和角色相关的一些互动，还有几个跟剧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上次苍玄来我们也问了，想要听听看你的回答。我的，如果有机会尝试一下《长相思》别的角色，你最想要尝试的是？我之前好像讲过，我想尝试阿念，就是阿念，他比较快乐，因为长相思其实你说的是阿念，阿念是苍玄的妹妹，对，阿念，阿念，你演阿念，应该这个剧播不了吧？哦，男性角色，你没说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可以啊，你想演那个毛球也可以。如果男性角色的话，那我就可以尝，也可以尝试一下苍玄，我觉得。哦，所以你觉得你演苍玄会比？现在的苍玄好吗？哎，开玩笑，开玩笑。下一个，下一个。我们等下会慢慢提问题，就变难和变刁钻一点。好，如果你是小妖，你会选择谁？除了自己之外，那就难选了。真的吗？那就难了。除了我，那你觉得你自己磕谁？我当然磕防风被，还是磕相柳？我磕那个相柳。你磕相柳和防风被。这个不能乱磕，这个不能乱磕。相柳，相柳，相柳。那如果你是小妖，你会选择谁？最终，除了相柳是吗？嗯，除了相柳，那我觉得我会选择谁啊？选择防风被吧。为什么？因为防风被是可以带他，让他快乐，哦、然后带他吃喝玩乐的。是，对，这个时候不能认输。了解。好的，那上次我们也问了这个问题哦，今天问你苍玄、涂山璟、相柳、风龙一起做热气球超重，一定要踹下去一个。嗯，上次那个苍玄回答说踹你，他踹我，是因为你有一只鸟，他在接着你、哦，有道理，有道理。是，对，那你踹这三个人，你要踹谁？那除了我，他们都没有私人飞机啊。那这个问题，你派你的司机下去接啊？我派他们派毛球，毛球可能会把他们吃了。那我像苍玄踹我的话，那我就踹苍玄吧。啊，原因呢？因为他踹我呀。这个回答非常好，是他先动手，有仇必报。对，是他先动手，不是我们先动手的。哦，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直播间说有三位嘉宾啊，因为今天谭千玺也带来了他的两位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呆球组合、啊，我们的谭小呆跟谭力球。因为刚刚我们也聊了非常多关于角色的东西了，那我们回归到谭千玺本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爱狗狗爱动物的，是不是？然后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表演一些小技能，跟我们的女明星 Nella 来 PK 一下。刚刚听说在后台那个战火非常的凶猛，对对对，好不好？我现在只求 Nella 一件事情，不要咬别人，不要打架，会很严重上热搜，好吗？嗨，你也太可爱了吧！可爱 ，Never， 我都是装的，我都是装的。哎 ，Never 会不会吃醋啊？到你来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那我抱 Never， 我抱 Never， 非常吃醋啊？是吗 ？Never 巨爱吃醋。那我抱 Never 好了。所以你是那个会，你是那个会歪头的，对不对？ Never. 你也太可爱了吧！哎，我有点现在紧张。Never，Never，Never， 帅哥抱你，不管我的事哦。Never， 你吃不吃醋 ？Never 还好哦。他是谁 ？Never 他是谁？他是谭小呆，他是你的，来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吗？你真的，你确定？好，哎，咱
咱们握手了，咱们不打架啊，好不好？刚刚都打过了，刚刚都打过了啊。咱们打不过你没事儿。你年纪比他大很多，你要对，又拿出老人的老人，拿出长辈的样子啊，很乖，不打架哎。所以挺好挺好。哎哎哎，那你坐这儿吗？好不好？咱坐这儿啊。咱不要靠近 Neville， 这个女生会有一点就突莫名其妙的凶。好，不对视，咱们乖乖的。还有一位，因为这个嘉宾蛮多的。今天，哎，哈、啊，这个、是太可爱了！弹力球，弹力球，你也太可爱了吧！你两个耳朵好可爱呀、啊！戏里有，天哪，戏里有毛球，戏里有毛球，有呆球，对，还有他们，那就是听说是有。一位会有一个表演，对不对？就会握手跟会什么歪头杀。那么你在他的身上整个委屈到你真的啊，你这个表情委屈到不行、欸。哎呦哎呦，怎么了嘛？真的真的委屈了。让别人两个小家伙好不容易来玩一下，你让别人先出出镜嘛。他是因为看到你抱呆球，所以就是就难受。然后呆球现在整个大发抖。他一直都会发抖。哦，他会一直会发抖。他老是会发抖。所以他是不是会歪头杀呀、啊？他会歪头杀。来。我们表演一个歪头杀好不好、啊、还要现场表演。那我还会说 Neville 会说话嘞。你要不要他表演一下？当然是要现场表演的呀。带球 OK， 小呆还有呆，你别球别让我丢脸啊。嗯，别让我丢脸。需不需要我先帮你抱 Neville？ 好啊好啊，好，来小呆，你别让我丢脸啊。 Neville 来，我们不要打扰别人表演节目。我们谁有那个有没有那个玩具啊？玩具，他需要玩具是吧？他需要一个、那个、我们的玩具，来一个会叫的玩具，那种我叫会会响吗？不会啊，要那种配音。哎，对对对，来了来了，玩具来了，玩具来了。对 ，OK， 太好了，他听到这个就会歪头。来歪头，歪头上没用的东西。他说我跟你不熟，歪头。他估计人多紧张哦，找台阶下。哎呀，完了完了，一会儿人家都比下去了。Neville， 我们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女明星，好不好？咱们就现在就是整个舞台抓回来，好不好？来，我们整个舞台抓回来，不要委屈了。你看这个脸色，我看看，让别人抢一下你的镜头，看看人家是吗？你看看人家。Neville， 我们给谭健次表演一下节目，来，让他以后带你走，好吗？来吧，给帅哥看一看，我们还他都没开始就拜拜，哎。你看看人家，你看看，那我拜拜。你说嗨，还是要看我吧？你看人家，你看嗨，还是要看我吧？来，我们也拜。不能说，我们是上班最努力的狗子。不能说，我们是最努力的上班小狗子。我们可以一直拜，不停就一直拜。哎呀，好棒！来，弹力球，握手。弹力球，握手，握手。那你来一个握手吧，弹力球。快帮你们家族找回一些。好，来坐。我有弹力球 ，Neville 也是会握手的哦。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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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握手，握手，没用的东西，趴下。啊，再给一遍，他是不是需要点零食才能够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Neville 说：“你看，不想看了。”握手。他们这种才艺表演 ，Neville 说不想看。握手，握手。哎，好了，握手，哇，很棒哎！啊，你完成任务了。哎呀。差点我这老脸都被你丢尽了。来吧，他们完成任务了。刚刚虽然你没看到，嗯，哎呀，我还专门想他们也可以，他们很厉害的，是不是？他们也很漂亮，对不对？你快跟，来，跟他握手。不想跟他见面，怎么回事嘛？怎么这么高冷嘛？你现在，哎，你看人家小帅哥啊，你看人家小帅哥，不是，他是女生，他是男生，哦，他是男生，两个都是男生。看小帅哥啊，哎。你是看到三个帅哥你害羞了对不对？嗯，来不要这么近，咱们保持距离，真的这个真的会容易出危险。但刚刚在后面后台的时候你不在啊、嗯、你不在他会有一点那个凶吗？对、哦、但你在他现在好温顺是吗？对，来吧来吧，那我们再跟他握个手吧，好不好？那咱们就这一排就过了吧，握个手，我们握个手吧，你握一下黄色的手子，你快一点握个手了，握一下啦。怎么回事？你不能拒绝他！你看这个狗 ，Neville， 握手，握手，握手，我们握个手，哎，认识一下，我们把手势给他一下，哎，给他一下嘛，哎，哎好了，那你们在下面去玩吧，好不好？你带他们去逛一下公司吧，去吧，好不好？
啊，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他们说这个狗有两副面孔。哎，我们奈我是这样的。好了，那我们请小狗狗们下去先玩一下。啊，那我们听说你也是个吃货，然后非常爱吃，螺蛳粉是，所以平时在你们会自己做一些就是好吃的东西。会啊，我在片场也会吃螺蛳粉。在片场也会吃螺蛳粉，就是但最近稍微少了一点，因为要控制饮食啊，要让自己的身材变稍微好一些，稍微好一点，然后上镜要更好看。对，所以你吃螺蛳粉的时候会搭配一些就是饮料吗之类的？因为螺蛳粉会很辣啊，所以辣的时候我会搭配一些酸奶。是，对。然后今天你好像带来了你的独家的一个制作方式，是的，然后给大家做分享。就是酸奶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我们今天让谭健次现场教大家酸奶爆爆丸，大家可以学一学，好不好？是，来了，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食材，让谭健次现场教大家。哎，我们纯甄酸奶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感觉。好，那平时你会准备这些食材，就是一点芒果。然后一点我们的西柚粒，然后包括大家现在女生们在线下会很比较喜欢买的那种脆波波，对，是是是，然后搭配起来也不会胖。是，好，那第一步、这个已经有了酸奶。OK， 酸奶已经帮大家倒出来了。来，第一步我们先加。哇，好像很难的样子，其实很简单，说的好像很难的样子。其实就是把它们全部加进去。第一步，我们需要拿出勺子，拿出这个勺子，然后咬一勺芒果。对，这个量我看你可以把它变得多难。对，这个量非常讲究。这个量你不能咬太多，是你也不能让它掉出来，是一旦掉出来这个就到重咬了，就要它就不对了，很难的，对，非常难。你看摆盘很重要，摆盘要摆得非常整齐，要摆得很整齐。对，然后我们再拿出勺子咬第二个，咬这个柚子。柚子也很重要，你当你咬出来的时候它不能掉下来。一旦掉下来它就不成功了。你现在在自己说服自己，是觉得这件事很难。对，这件事情非常难。对，他我跟你说，高深，请你每次卖零食的时候要有他这样的状态。你们有一点虽然很简单，但把它做成很难的感觉。是，你们有三五年的技术，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好，我们最后一步。他们说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脆波波讲究。对，因为有的人喜欢吃脆波波，有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爱吃，是喜欢吃水果多一点。那像我呢，我比较喜欢吃，那我就会多放一点。多放一点。那这一半边我可能都会全部放脆波波。对。都会填满。哇哦。哎，我看到。当老板是。难怪螺蛳粉会垮掉。哎，这个你都知道。太实诚了，太实诚了。然后最后。我看到有蓝莓，因为这个纯甄酸奶就是蓝莓味的嘛，所以我觉得哎，放一颗蓝莓在这点缀一下哦，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这一完成系数100%，完成系数就做完了。其实在家里面可以帮大家解锁各种不一样的酸奶的方式，像大家以前很喜欢吃酸奶水果捞啊，或者是那种酸奶配华夫饼啦、包括很多的妈妈会把一些就真实的水果跟酸奶打在一起变那种酸奶奶昔。今天谭健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教大家的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吃法叫做我们的酸奶爆爆碗，好不好？就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互动。那其实我觉得真的选择好的饮品和乳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然后纯甄也是蒙牛集团旗下的高端的一个酸奶品牌，然后他们家是用到了引进的一个丹麦菌种，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纯净，让每一位品尝纯甄的人会觉得说，哦，那个奶味就是纯甄的那种香味。而且我们是真食材嘛，第一个用到的是北纬42度的一个寒地蓝莓，所以它那个蓝莓是比较偏饱满多汁。大家在线下买过蓝莓，一定会选那种比较偏大颗饱满的，是吃起来汁水会更多。而且我们的奶源都是用到的限定牧场的生牛乳，它的奶香味会更加的好。今天晚上所有女生们谈见次来，我们直接带来的是一个大组合，让大家既要又要全部给你们满足。因为我们一般都会只上一个口味，但今天晚上我们是蓝莓风味酸奶一瓶230克，然后我们是10杯，然后还有芒芒西柚风味酸奶我们是200克一杯，然后我们是10杯，今天晚上各一箱99块钱。我们以前是只有单独的一个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味道都带给大家，所有女生们一个一箱99块钱，两箱给你们，只有18000份，各位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 ，Oh my god！ 喝它，三二一，预备起 ！Oh my god！ 喝它，321，我们上链接哦，领55元优惠券哦。只有我自己喊 Oh my god 吗？你的 Oh my god 跟我 Oh my god 不一样，对，你的发音真的完全不一样，是吗？是，那要一起试一下，要一起试一下，所以我要学你的发音，不要学我的，就是用你的，用自己的方式。OK， 来，321 ，Oh my god！ 喝它，321上链接喽。
记得领取55元优惠券，下架了。嗯，好，我们再加一批，来再加一批货，谢谢大家。只有18000份卖光了就没了，好不好？但是一定要往下滑领取55元优惠券，耶！ Yeah, 就刚刚一下，给你看一下，在这儿他们在买呢，已经2300份，然后他们就会慢慢慢慢滚动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现在在。Oh my god！ 输入支付宝的密码当中，看一下，就输入那个密码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慢一 点。怎么会手这么快？对，这每天来直播间练的，加好喽！所有女生们，我们的酸奶加好了，记得往下滑领55元优惠券，到手价99块钱两箱，好不好？辛苦大家，你看加好了货，然后他们就开始在买了，可以去现在可以付款了，然后就会这样慢慢慢慢跳，天，就实时下单，然后就慢慢没了全部。好，谢谢，长见识了，晨晨，希望下次再来玩哦。你们家结束的就是这么的，就结束完美和快，就结束了啊。这样吧，好吧，我们老板们也是真的，就是没那么多货啊，就是你真的你们都巨太火，整个就是卖的贼好，可不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用3种不同的音色来，就是推荐大家喝纯真酸奶，气泡音，气泡音，你最擅长的孙悟空音。哎，是不是有这个麦克风？哦，对对，你很知道哦，这，说话很好听。我懂，你懂，来，我懂，我懂。到了，聚焦镜头交给你。纯真酸，这是什么？我怎么说的有点阴森呢？有点阴森，蛮吓人的。有，我就卖完那个180退回来。退倒不会了。气泡音不是恐怖音。我找一找，我找找那个气泡，找找气泡，我找那个泡，现在泡没找着。OK OK， 纯真真酸奶，一口唤醒我的味蕾。好了，咱们来孙悟空音了，好不好？这个气泡音不是你擅长的，气泡音不适合推荐美食。是、哦，那孙悟空的方式来推荐美食。好期待听你那个 fast 啦。烦死了！刚买的纯真真酸奶又喝完了，哎，厉害！哎呀，你的烦死了，真的很像哎。该球没表演的绝活全让我补了，就他们两个给你挖了一个坑。那谭健次本人的声音呢？谭健次，如果是谭健次如何种草纯真酸奶，算已经没货了。好，那就为了感谢大家下单这么快，嗯，那就纯真真酸奶。深得我心，可以，很会耶，真的。来吧，继续了啊，好不好？我们下面要移步到我们的服装区了，精彩的来了，所有女生们，好吧，精彩的来了，互相挖坑来了。哦，到这一趴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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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手下留情，好的，好吧，咱们就不要互相伤害，必须的。那我们先把直播间交给旺旺，我们去服装面喽，我们的帕拉丁板鞋来喽。把镜头转过来哦，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就是来有请有请，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那就是剑刺的舞蹈技术啊，他不用多说了，舞蹈大赛的冠军。然后听说做你的粉丝也是有门槛的，就你会给他们安排一些，比如说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然后演唱会上如果不跳一下、不动一下，就会逐出会场。是，所以今天要现场教学吗？今天我们可以让旺旺学一学。哎，毕竟拉丁是旺旺整个辈子最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关键今天有点胆怯，今天有点胆怯，我也有点，因为我觉得因为不要 Q 我，毕竟舞蹈老师在我旁边，不要 Q 我，是啊是啊是啊，我跟你说这趴可不可以过导演好吗？我们老师好，老师好，自己啊，老师好，老师你可以全国冠军好，老师你可以先叫我下腰吗？老师，你今天叫我下腰吗？腿吸起来，吸起来，吸腿。摸不下去了，摸不下去了，退钱吧，后面的品牌好不好？就别上了，真的。吸腿啊！哦，开玩笑，开玩笑。那我们就现场教大家一下，因为最近你有一首歌非常火，嗯，就特别好听，着迷，着迷。我们来几个着迷的经典动作。我们邀请旺旺、阿晨、菲菲一起来，好，学舞。你不学吗？我学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学。OK，, okay 我学舞，你学就行。不要这样，真的，老哥老不腿了，真的是跳不起来了。那这样，你教我们一些动作，我们有音乐啊。啊，没有音乐。数拍子，他本人在这版权都不行的。行，好，那你自己唱，好，只能一句一句。OK， 唱第二句就要收钱了。哦，对哈，是是是，我们观看的人比较多。那我应该唱好多唱几句。不是，是你肯定要找我收钱了，因为我的版权啊。OK OK， 嗯，来，我想想，不要太难了。OK， 老师，全国冠军，咱们简单一点。谢谢谢谢，给我们留点面子，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又还要活的。
你等下走了就走了，我们还要继续直播的。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哈哈哈哈哈一晚上，我就完了。好，然后来吧，下腰吗？不开玩笑，我们要做 wave。wave 就是对，要做不是说简单一点吗？要 wave，、就是 okay, 因为这个舞蹈，这个舞蹈，这个哇，没事没事，我的鞋带都吓散了。wave 第一个动作 ，OK， 手是这样，这样像做健身操一样划船那样，健身操 OK， 然后加上 wave， 加上 wave， 等一下，哇，对。对，哎，对，划船，划船，划船，加上 wave， 一，为什么我们三个像附件一样？啊、对，然后多少有点病啊。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步子，然后迈左边，二，哦，不停的滑，对，不停的滑 ，OK， 对，第一个就是退右脚，嗯哼，一，二，哦 ，OK， 然后伸手，三，对，四，再滑一次，四。OK， 就这么哦，很棒，学会了，过不去，来吧，啊，会了，会了，展示，展示，展示，让我们单独展示吗？展示，哦，去，我们一起，我们一起，一起射死，好，来来来来，一起喂，我帮你们伴奏，咱们就闭着眼睛就喂完就算了，好，来预备，来，你老师先，老师帮我们打牌子，五六七八 ，relax，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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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这一把可以过了。哇、哦，这一把靠！啊，但我很想学你那个人，哪个？就是那个拉丁啊、嗯，就是那个上前的那个，那个好帅，那个动作真的太帅了。每次刷到那个片，你都说想学了，那我肯定要教啊。我们想现场看一看就好了。所以没有音乐你也可以来吗？可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就是这个，这个 okay、很有感觉，对不对？哦、很帅。这个就比刚刚那个难一些，这个运用到胯部，是我们没有学，我们不想挑战。哇！哎、不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会跳拉丁的，我不会，你会？我不会，你可以，我真不会，你可以，来吧。这我们现在跳的是桑巴，对，预备。桑巴他，哎，你看你的步子一下就对了，来，预备，第一步，一步，哎，一，哎。Five, six, seven, eight, and one, and two. 你这怎么扭的你 ？Three and four. 好了，我不要跟那个九个头的人一起跳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趴就过了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鞋，跳舞也很轻松。对，只是为了引出产品，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引出产品，就是用这么直接的。不穿这个鞋不会跳。那你脱掉，脱掉，我就跟他们一样。好了，来吧，所有女生们。今天我们谭杰斯的穿搭也是就专门帮大家来搭的这一整套，嗯，然后我们的帕拉丁的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双鞋真的非常厉害，你最近带货超厉害耶，你是第一个穿上扣子鞋的人，是，然后这个扣子鞋就大火，然后颜色粉色基本买不到，现在女生们就是一直在等那一双，所有女生们真的这一双就是我今天跟谭杰斯一起给大家推荐哦。为什么我觉得这双很好看？因为它给人一种你知道，哦，你的鞋好有趣。然后在上脚之后，我就说，哦，这个鞋也太舒服了吧。舒服，对。因为很多女生会觉得说，那种有一点点小小的厚底的或者胖胖乎乎那种可爱的鞋，它上脚会很重。但是它我跟你说完全没问题，跳拉丁都可以。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稍微跑跑步干嘛的，去户外玩，它绝对没问题。而且它会，如果穿短裤的话，会显很显腿型。对，就是你的腿会变得比较的细一些些。所以这双鞋哦，质地很柔软，而且它的上脚感是真的很舒服，然后是比较偏那种胖胖乎乎，而且我觉得女生会觉得说这双鞋很可爱，因为它前面会有到这样的小扣子，然后包括还有到这样的有一点点那种包边的感觉，然后我们上面是这种有点织物面料，然后下面啊感觉像你踩到了什么，踩到了轮胎上，嗯，就是那种软软的轮胎，那种质感非常好的那种轮胎，你就会有点那种弹弹的感觉，不自觉的想要跳起来，对，我又想跳了，哦是哦。好啦，全国冠军知道了，全国冠军很厉害，全国冠军啊，就是跳舞也很舒服的。嗯，帕拉丁，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们，我们看一下，我有很多的颜色，好吧？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女生们上脚的颜色哦。哇，还有模特，哎，你把镜头都挡完了，还有模特，怎么样？你要当我的助播吗？今天我们一起卖鞋，好啊，好啊，好啊，那你就站他们旁边，我助播一般都站侧面，然后等一下接我的话，我可是舞蹈冠军呢。
好了，我带你助播了，来吧，所有女生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多。我跟谭第一次穿都是我们的白色款，但是我很想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牛仔色，因为要像这种板鞋，一般牛仔色是很少的，而且牛仔色会比较的偏贵一些些，然后它整个的面料都是这种做旧一点点那种水洗牛仔风，而它的颜色配那种白色的裤子啊，或者那种短的运动裤啊，都很好看。是，所有女生们，这是我们的牛仔色，然后我们秀脚上的是我们的纯白色，然后纯白色的话所有女生就更加百搭了，然后它就不会说过于跳跃，然后在我们整个的鞋的侧边也会有到三颗不一样颜色和我们大小的一个扣子，他家的话鞋子是 4.5 厘米的一个增高高度，所以你穿上去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整个人就挺拔的，像秀穿这种短裤的时候你会看他的脚会很细，就这个地方胖胖的，然后我们从前面看上去的话你的脚踝的地方就会变得比较的纤细，是的，就女生比较追求这种纤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鞋舌，是鞋舌，而且是那种很有厚度的，是它的鞋舌不会打脚，就是你有些板鞋的鞋舌你这样一蹲下去哦，它会容易卡到你的脚背，对对 对, 对, 对，但这样的鞋舌非常柔软，所以你随便怎么动它都不会有点那种卡脚感，好不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来吧所有女生们，还有黑色，如果说大家冬天了穿这种深色牛仔裤比较多一点点，或者工装裤多一点，我们建议大家买黑色，如果你想说不要经常打理它你也买黑色，因为比较经脏嘛，然后像我们思雨酷酷的穿搭风格穿黑色也更加的就是匹配一些些，然后还有娇小个子女生，我们琛琛也上脚了我们的奶茶色卡其色，这双颜色很好看，好看，这双颜色超好看，而且我觉得这双颜色会更加的偏年轻，然后好搭配，像我们冬天穿这种比较偏针织感重的毛衫，然后搭上我们的这种卡其色，我跟大家说真的很好搭，这双卡其色你们等下可能会选颜色会有点小小的纠结，来吧，还有男生上脚的效果哦，是，所有女生们我们男生上脚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看哦，牛仔裤，刚刚我们两个不算男生是吗？我们两个算主播哦，所以我们上脚不算，我们上脚不算，看他们上脚不算，好，来吧，所有女生们，男生上脚穿牛仔裤或者穿我们这种工装短裤都很好配这双鞋，就是让别人会觉得哇，这个男生好可爱，哇，这个男生好会选鞋，这个男生眼光也太好了吧？配这种毛裤也不错，配毛裤，是了是了，配毛裤比较保暖，抓到重点，抓到重点，好了，那这样呗，啊，干嘛？刚刚他要我跳舞了。你不要让我下腰啊，不下腰不下腰会，你明天还有工作，我们来一个李佳琦直播间福利，就是那种一加一版，怎么样，抬头纱加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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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不懂，秀你也加入，秀给谭健次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高度，要整个，我刚刚还在吗，你还在教他们两个，不要太油，老师怎么样，全国冠军看一下，好，你这个可以拿全国冠军，我算你厉害。打个样啊、哦，抬头纱，因为我们是卖鞋嘛，什么叫给鞋一点？哦，系鞋带。嗯，好，来，室友开始吧。系完鞋带，然后再 kiss kiss， 就是系鞋带，然后抬头喊你，然后你再 kiss kiss， 好不好？好吧。来 kiss kiss， 就一加一版嘛。室友小心领子啊、哦。好，来，旺旺。准备啊。室友。哇！哦，是这样啊，懂了吗？这样，这就是怎么那么像？你以为这个镜头在喊你？这个怎么头要？这么像防风被还是像柳做的事情？很像防风被会做的事情。好，好，那男生再来给你打个样。OK， 男生。阿晨拿出2%的力气。直播间第一男模。直播间第一男模，让我们的防风被稍微有一点点的压力，压力，有点压力。别打自己，没事没事。这把过了就过了，开始准备这样吧，抬头kiss kiss kiss kiss， 来吧，你可以的，好，找好戏了啊，来开始，阿晨，还要出声吗？不用，随便你，就是你自己的风格啊，你啊来 ，OK， 菲菲，哎，要抓好镜头啊、哦！你们要看好哪一个？八号是吧？八号，八号。给中景吧，别切特了吧。给八号，当然要切特写了，要不然等下下面这位不切特写了。来了，准备了。菲菲，耶！所以我说了，刚这一趴就不要再互相伤害了。你又就是要 cue 我舞蹈老师的事情，那你不打个样吗？当然不啊，我是主播，你不打样啊？
我打烊，大家都走了，我打烊了，直接就那个声有点受不了，就没关系，你可以不出声，那个声有点受不了，怎么对？小布他还没有做，你敢说好恶心？那是来喽，看哪个？看八号机位，就这里是你的聚焦镜头。OK， 来，但我记起来比较慢，你慢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机半也行的。檀健次，不出声音也赢了，有戏有戏，赢了！李佳琦，吓死我！李佳琦，李佳琦，来，我们帕拉丁，李佳琦，李佳琦，哦哦哦，真的很无聊，你们真的可以啊？我真的不行。没见过啊！我跟他们的爱要保持距离。要来嘛？我只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的爱。拉近了距离。好了，先上链接了，后面还有两个品牌。热爱，来一个吧。来了来了，来吧来吧来吧。没有过，之前李佳琦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准备从来没有过。我们 Q 了十遍，我都是拒绝的。那我们第十一遍，来吧。来吧。啊！真的很恶心哎。哦，恶心你还让我做。他是想象自己的画面，他觉得恶心了。对，我想象自己的画面，我觉得太恶心了。不恶心了，我不想要底下整个下了班之后社交媒体都是我这个东西，我就很烦。来吧。啊，等一下。为什么突然有一天直播会这么难啊？这也太难了吧。你可以加起讲戏。对，你帮我。我觉得就像演防风被一样，就是你不能，你就是不要想着要耍帅，不要想着耍帅，要想着你真的去被别人在 cue 你，然后你是只是无意间看到，但是他对你做了一个 kiss kiss， 你要回给他一个 kiss kiss。你们想对面那个人是？啊，来吧，快点过掉这一趴，真的，帕拉丁，你今天赚到了。我跟你说，真的，你赚到了。来，好。我都没有找过这个机位，八号、啊，但我要抬头纹会很重哎。没关系，没关系，行，你这么多负担啊，来，哎，我就全身发烫，我现在整个湿掉，整个里面的背心都已经湿了，来吧，来吧，来吧。3, 2, 1，李俊朗，这李大鹏。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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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我跟你说，今天过完，没有李佳琦过不去的事情了，所有事情都不是事情了。来吧，所有女生们，那我们就帮大家把帕拉丁的链接开了，只有14000双啊，好不好？辛苦大家。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让谭健健先那个去那边准备，好，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帕拉丁领100C 优惠券到10000啊。这个是真的只有这么多货，卖完了就没有了。记得领取100C优惠券，男生女生们的尺码都有，但是你一定要选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理性消费啊！来，14220双，3、2、1，我们的帕拉丁上链接喽！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在我们的116号链接哦，只有14000双卖光了就加不了货，因为我们这个是服装，服装不会有一些预售，就比较难。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哦。穿它，是穿它，买回家你穿了，你会说还想再来买一双别的颜色，因为真的上脚太舒服了，好吗？我们马上开链接。帕林的老板是不是这一趴太长了，你睡着了？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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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买了。来，已经开链接了，断码了。啊，断码了，没了。你看我随便点那个颜色，所有颜色都断码了。断码了，这也太快了。绿色40码已经断掉了，牛仔蓝全哇，牛仔蓝这么受欢迎了，哇，粉色也没有了，所以还可以加货吗？全部的货，妹妹，所有货没了，不好意思，咱们下一个，帕拉丁你也结束了。但帕拉丁够狠，一个月预售太久了，太久了，我们一个月之后再请他来一次。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大家。那接下来。所有女生们，我们的
全能啊，一人见次，就是如果相柳赚了，就是你会觉得说，无论是相柳也好，或者是防风被也好，就是你演出了不同的一种状态。嗯，那其实对小妖都是非常非常专一的，对不对？是啊，是啊，嗯、是啊。所以第二季应该也会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惊喜吧？一定会。所以你觉得第二季我一定会磕谁？磕得更严重？非我莫属。非你莫属。OK。好，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季。今天啊，我们直播间也是一样啊，非常非常欣喜我们的小妖，也把我们小妖眉心的驻颜花落色气垫带来了、而且我们这次也是和我们的那个长相思、然后我们的落色的气垫刚刚官宣了我们的气垫代言人，是，所以今天晚上帮大家带来了我们的非常适合冬天的，打上这种奶奶的有光泽感的一个气垫霜，特别适合冬天和比较偏混干的一个皮肤，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礼盒装给到大家，好吗？然后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也送你一位嘉宾，他也跟我一样磕防风被磕得非常非常的深，然后他有一天把自己打扮成了防风火娃，他今天也为了你专门重新梳了这个头，真的吗？我们有请防风火娃。火娃，他叫火娃，我叫火娃，对，他就专门梳的就是你的发型，开了摄像头，我黑眼圈更深了。那为什么是火娃？他叫火娃，然后你叫防风被，他就叫做防风火娃，对，你是你防风家族一员。你好，你好，你好，重量级嘉宾，好，你好。蛮重的，其实，开玩笑，开玩笑。啊，你坐，你坐，你坐，您坐，您坐。好好好。我看我他脸好小，我感觉落色。收。专业彩妆师状态。专业。嗯，好了，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们让华老师帮大家现场示范一下我们的什么叫做双皮奶气垫，什么叫做打上去那个皮肤像双皮奶一样短短短的那种感觉，直接卸妆了。对，我们就是直接玩真实直播间，老师给个聚焦镜头给他，我们先暂时可以不用看檀健次，等一下再多看一下，直接现场卸妆哦，直接卸妆巾擦哦，什么护肤品都不上，告诉你们冬天打底妆让你的皮肤不干，好不好？让你们的肌肤不会容易拔干的一个情况。来，所有女生们直接卸完妆，拿纸巾把上面的卸妆水擦掉，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零二号，差不多，差不多，零二号适合你的皮肤。看一下，我说这个气垫霜真的特别棒，就是妆感自带双皮奶的那种奶绒绒的那种雾感，以及它可以折射出很好的皮肤的那种质感。你熬了夜，皮肤上有一点点的那种暗沉，你看，所有女生们来喽，上吧。给大家看下什么叫做奶润润。这个它用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你得先刮一下，把这个里面的像奶油一样的东西先卡在脸上，然后它随便乱拖，然后轻轻拍，然后你整个的皮肤就非常的干净，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上妆技巧哦。对，因为这是新的啊，你要把它先激活，然后你看直接上去，然后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华老师是眼圈会比较的有一些些的瑕疵，黑眼圈比较重啊，追剧追的啊，整个黑眼圈就本来就是我们上班就比较晚。那然后追剧追得更晚，然后呢，稍微一点耐心。你一开始上去说，其实你的皮肤肤质感已经非常好了。哇，你看，你看他的脸现在都比那个珍珠都要亮。怎么样？我特地今天戴珍珠，你懂的。我懂，我懂。你懂吗？好好认真工作，不要跟嘉宾聊天。对不起，你是专业彩妆师。专业彩妆师，首先呢就是这样子拍两下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肌肤会有珍珠般的这个光泽，这就是我们落色的气垫。说他在看你，我知道，不用说话的时候弄脸，脸和嘴巴说。你不要影响我，佳琪。说说说，继续。不然我跟你说的话，一会儿脸红了就是。所有女生们，整个用到的是那种清水型的一个油脂，而且他们家里面的气垫加了三叶鬼针草，是很多贵价精华里面才有的成分，而且搭配了清油性的油脂，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来贴到你的肌肤上。因为一般的气垫哦，打不出粉底液的效果，但这一款我们的落色气垫，它就可以直接上出粉底液跟粉霜的结合效果，而且它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成膜剂，让它的底妆不容易暗沉。你看是不是？就是三四下拍完之后，整个皮肤质感超好，真的真的，而且像那种奶的那种双皮奶，又有光泽，在现场见证。但是不容易动，好吗？而且我们是进口的微米级的小分子，所以它这个粉体啊会变得更加的细腻。今天晚上所有女生们来喽，檀健次带来我们的落色气垫，你知道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吗？今天礼盒里面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我们的替换装。那所有女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外壳这边都是有到我们的驻颜花，然后它那个外面的这个壳壳是有一点皮质的质感，所以质感非常好，拿到手上会觉得特别的贵价。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然后不需要备注，我们送，来看一看送多少东西，送我们落色的微光气垫粉霜替换装一个，
相当于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三颗。再有我们的落色的蜜粉八克，八克哎，不小咯，八克很大，正装蜜粉搭配一起用。再送我们的定妆喷雾50毫升，再送美妆粉扑两个，你们可以替换用，还送我们的试用装三连包给到大家。你们如果颜色选错了，我们可以重新换货，好不好？所以就给大家先上我们的试用装，你们可以先试颜色，颜色正确确认收货，颜色不正确我们重新换颜色就行了。来吧，颜色色号我们教大家选择，皮肤白我们特别特别白的女士买01，自然偏白02，自然肤色03，就这样选择。刚刚华老师用的是02号色，来咯，所有女生领111元优惠券，300减40， 149，一个正一个 T， 再送一个 T， 再送一个蜜粉，再送50毫升喷雾，再送两个粉扑，再送试用装。3、2、1，上链接，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们开链接咯。妹妹赶快冲02号色，02号色没有很多货哦，好不好？02号色也是我们用下来觉得这些颜色比较适合亚洲女生的，就是自然偏白的颜色，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先开链接啊，在我们的热卖宝贝，在我们的爆品热卖宝贝，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来看一下，马上开落色开链接，咱们开了，所有女生们，落色气垫开链接咯，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们已经帮大家开好链接了。好，然后它开始滚动了，哎，02号没货了。哇，真太快了！来吧，我们再加一下，你看一下，就是每个链接上来，他们就开始买。然后这是属于没货的情况，是刚刚女生们下单的状态，真的很厉害你。都是女生吗？不能吗？也有男生了，对吧？但是女生比较多，嗯，因为我们直播间女生粉丝也比较多一些些。我感觉下次要请你来，这样双十一有时间没？咱们直接谈双十一的商务合作，来一个你的专场，来。从你的头发用得到你的身体用得到全衣服，然后到你的护肤品全部，那又得准备几个才艺，真的是对，又准备几个新的才艺给他们，好吧？那我们落色气垫马上帮大家再加货啊、哦！辛苦大家，已经第一轮下架了，马上帮大家加货好吗？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这边谢谢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让向柳跟防风被一秒切号，用不同的角色的语气来安利我们的落色气垫？好，嗯哼，如果你要用冷酷无情的相柳，冷酷无情的相柳，嗯哼，就是落色气垫真的很好用，相信我，相信野兽的直觉。野兽的直觉，那个嘴巴你刚刚有点抖动，那放荡不羁的防风被，你最爱的防风被，我最爱的防风被，很会说情话的防风被。我若是对落色气垫一见钟情了，该如何是好？哇！我看到火娃，真的绝了！我发现了，你在防风被的时候，你的眼神会更多一点点，会多一些，就是眼睛的戏会更多一点点。就我之前有讲过，就是防风被要做一些加法。哦，然后相柳就是减法。好，这样我们有一个小挑战，因为大家都很好奇相柳的九个头是如何排列的，小妖也一直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解答，所以你今天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九个气垫来告诉大家我们相柳的九个头是怎么顺序？好，嗯，相柳的九个头，那就这一个代表一个头，一个头，对对对，这里有九个，看看你怎么让女生们了解到相柳的九个头，真的。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很油哎、欸！啊，哎呀，弄不出来了，怎么？难吧？好难啊！好难吧？九个头。等一下，我想想啊，我想想。哎呀，有点难，因为它都是圆形的。对，你可以把它打开啊。哦，就比方尖尖角把它打开。你好厉害啊！要不我是李佳琦呢？太厉害了，太厉害！全国冠军，输了，输了，输了。哎，这样就行，我觉得。哎，可以，非常好，咱们可以这样，就尖一点了，在镜头里面看得到吗？可以吗？可以。OK， 来了。所以上楼的九个头是一个爱心型。对。OK， 所以你最喜欢哪个头？我最喜欢哪个头？我最喜欢哪个头？我喜欢二号，不是02号色。对对对，02号色确实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颜色啊。所有女生们，02号色大家可以赶快去拍，我们已经帮大家加好货了。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购买我们的02号色，在我们的热卖宝贝，
好吧，我刚刚已经帮大家把02号色加好了，03号色又没货了，03号色全部没了，01也没了。好的，所有女生们，最白的跟最黑的没有了，中间的颜色还有啊，我们02号色还有，大家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落色气垫，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所有女生们，因为我看过你就是不化妆的样子，我觉得你皮肤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谢谢谢谢。所以你平时也是会用护肤品的，你不对，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男生里面比较爱护肤的那一种，就比较就是会专心研究的那一种。对对对对，嗯，因为想把自己的好更好的状态放到荧幕前。是，所以你在护肤的方面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给所有女生？我呢就会比较喜欢 A 醇这个成分。A 醇，对对对，因为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涂，会很好的改善皮肤的一个疲劳啊，包括它的那个缺水的状态。是，对 对,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谭健次代言 Murad 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有高人指点，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说哇塞，他真的好会选哦，因为确实整个市面上的早 C 晚 A 大家都会比较的了解，但是如果你要选到一个功效又好，但是又温和，不给你的肌肤带来负担感，而且可以在你的肌肤上真实有效带来一些护肤是反馈的，妹妹们 ，Murad A 醇，他们家用到的是3A 的独特技术，而且 Murad 他们家很厉害，就是有很厉害的背景。就是科研背景以及实力背景以及我们的成分，然后 Murad 他们家创立的是一个科技护肤品牌，他相信就产品的浓度不是功效的唯一衡量标准，而是用到很好的配方技术来实现到效果好，再加肤感好，再加不给你的肌肤带来负担感，所以他们家做到了一个很创新的 3A 科技，用到不同的温和 A 酯，然后缓释 A 醇，再加上 A 醇助推器，就相当于我们发射火箭有到 A 酯，就是外面的保护壳，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皮肤保护起来，再用缓释 A 醇将我们的什么 A 醇放入到我们的皮肤的底层，来刺激我们底层的肌肤，来达到一个长久的一个活性，以及从内而外的嘭弹以及抗肌不出了，再用 A 醇助推器野大豆提取来加强 A 醇的吸收，所以它的 A 醇是三段式的一个护肤的理念，是，所以它的反馈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刚刚谭健次抓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卖点，因为很多的 A 醇用完了之后肌肤会干干的，特别在冬天很多女生不敢用 A 醇，它里面加了玻尿酸，就透明质酸钠，让你的皮肤用 A 醇也不会有干燥感，所以油皮肌肤然后混油肌肤在冬天以及干性肌肤你都可以试试看，而且哦，如果你是油痘肌肤，你一定要试试看 Murad 的 A 醇，它可以让你的痘痘也做一个很好很好的舒缓。所以当时我看到你代言 Murad， 我觉得超厉害，我也很喜欢，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哦，因为很多女生会说佳琪有 3A 的一个配方体系，它会不会油？妹妹，它是凝露质地，然后你轻轻一抹，它就化水了，然后你再把它推开哦，它在你的肌肤上有滋润度，但是你看，妹妹们完全不会有任何那种油膜感，或者是那种你知道。非常非常的黏的感觉，这个不会有，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建议大家，我们第一次使用 A 醇的时候，第一周我们用一天停两天，第二周用一天停一天，第三周每天使用，来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白天做好防晒就 OK 了，好不好？但是我用了这么多 A 醇下来，我觉得它很温和，效果非常绝。我刚听你说，但是我自己用我都没有停，我每天都在用。你每天都在用，因为你的皮肤是健康状态，对对对，都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就是油敏肌，你们要稍微建立一点点的耐受啊。但它已经是很温和，只是说我们有可能发生一些敏感问题，我们就不让它出现，咱们就要循序渐进的来建立耐受，然后日常做好防晒哦。那所有女生们，我们今天晚上 Murad 面部 A 醇精华的活动力度来咯，领60元优惠券，578到手，我们送 A 醇精华10毫升一支同款，再加10毫升一支出差旅游用，还有我们试试看他们家的 A 醇晚霜，你搭配其实效果会更好， 7.5 毫升两瓶，所以相当于买30毫升送了35毫升，对于 Murad 的这个品牌真的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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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来咯，10000份，准备好了吗？所有女生，3、2、1，上链接。那我们 Oh my God， 涂它。Oh my God， 涂它。哎，你 Oh my， 我要用你的那口气。啊、哦，用我的口气。OK， 来。Oh my God， 对吗？对。Oh my God， 涂它。我有这么，就是强势吗？还好吧，挺强势的。真的吗？就是听完以后就很想涂，就很想买。但是确实，你们认真用起来，而且
就是我们连续用持续一个月左右一瓶用完，你会发现你皮肤上油痘肌的痘痘好像不怎么长了，然后你的皮肤变得更蓬弹饱满了，然后包括你的毛孔都会有一点点那种，所有女生们收敛起来。所以美们 Mura 的 A 醇精华，你们会选大牌精华 Mura 的，我真的推荐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已经帮大家上链接咯，记得领取60元的优惠券，578块钱30毫升一瓶正装，再加20毫升，再加 7.5 毫升晚霜两瓶给到大家，没了。OK， 这个就是所有的货，没了就没了，好吗？辛苦大家，四位老板们，下班了，咱们下班了，咱们今天非常开心，下班了。如果你可以帮我把后面50个品播完就好了，开玩笑，开玩笑，下次咱们再盘，下次咱们再盘。所以，哎，最后吧，我们给大家一点小福利，因为你很会模仿呆球说话，嗯，对吧？所以他们两个不会说话，那你可不可以抱着呆球们？就两位小狗狗，然后给大家录一个早安铃或者是晚安铃，可以叫我们弹力球录早安，我们的弹小呆录晚安铃，哎，好啊，不错不错，来了，那先弹力球的早安是吧？对，弹力球，我们来录一个早安铃送给各位美眉们吧。对，那你可以就是对着这个镜头啊，好，起床起床，抢占水房，再不起床没有水房，好可爱呀、啊。很可爱呀，我的天哪！那你要听谭小呆，所以你会觉得他的声音是这样子的。对，我觉得他声音是这样子的。哦，而且他们我经常给还带着他看剧本，看剧本他会读得懂。对，然后他会看，嗯，以后我看有没有让你来表演一下，有没有机会？这也是他的技能，他会看剧本。哦，对，然后比如说还有骑马，还有骑马，会骑马，你可以带着他骑马。对对对，哇哦！很棒，好厉害 ，Never！ 他只是今天第一次来这么大的直播间，有点紧张。不要紧张了，你表现得很好哦，你刚刚还握手了，对不对？对对对，你真的很棒，来吧，来，谭小呆，谭小呆，整个刚刚整段垮掉你，对，真的让我好没有面子，刚刚。啊，不紧张不紧张，你多来几遍就好了啊。好，来了，我们的晚安铃。到点了，该睡觉了，乖。希望你今天能做一个甜甜的梦，我的意思是梦到我，晚安。哇，天哪，哇，你的声音更可爱耶，傻憨憨。好的，那我们非常就是欢迎也谢谢谭健次带着两位特别可爱的小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玩，然后希望下次还是可以帮你再邀请来玩，好好不好？给大家推荐更多你喜欢的一些产品给大家。是，那也是一样，你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的愉快，感觉非常愉快，然后很震惊，很震惊，怎么一下就没了？确实蛮震惊的，我今天也惊吓到。我跟你说，整个今天晚上我下播，社交媒体我全部会打开，我不想看到我那段视频，真的。然后今天第一次看到你跳舞也很开心，谢谢。好，那其实你还有个任务哦，嗯，因为上次张婉一来的时候给你布置了一个任务，嗯，他给你的任务是需要你用苍玄的语气来安利一下李佳琦直播间，其中一定要用到他新学的网络新词“尊都”，尊都，尊都，尊都假都，对，来安利李佳琦直播间，用他的口吻，然后你等下为下一位邓维安排一个作业，好，嗯，苍玄，嗯。我觉得李佳琦的直播间尊度很好玩，有错吗？35级之后了，这个是35级之后的苍玄。哇，谢谢，厉害厉害厉害。那这样，因为接下来主演三位，还有一位邓维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具体哪一天，我后面再跟大家说，好不好？敬请期待。所以你要给他留什么小挑战？有一个挑战，嗯，要难一点的，难一点的，嗯，那就让他再现花式夸相柳，花式夸相柳，非常好，几句，对，相柳三句，防风被三句，真的蛮累的，谁让你们来的比较晚，好吗？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个挑战留给接下来我们的邓维了啊、哦！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也是你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给你准备了几个有趣的礼物。好，嗯，第一个哇，就是我们帮你定制真的防风被来了。防风被，这个就是希望你在拍戏的时候，如果真的很冷，马上到冬天了嘛，在剧组里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盖一盖，就会比较的防风。然后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一个防风被。天哪，这个防风被很扎实，可以穿上去的。嗯，怎么穿啊？这真的是衣服吗？它帮你做的。
你就可以直接穿，不用在现场穿。好，咱们不卖货啊，这个卖货已经结束了。OK， 咱们今天产品全卖完了。好，谢谢你的送你的第一个礼物。第二个，给你准备了一点回血套餐。是是是，对吧？因为吸太多血了啊，咱们就回血一点。哎呦，回血套餐，这个厉害了，各种都是回血的。谢谢谢谢，希望你的身体健健康康。这怎么像女生吃的？这个都可以，可以带进剧组里面给大家一起分享。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给你和呆球准备的哇，小李，因为你们很喜欢宠物，然后我也有很多关于狗狗的一些小宠物的宠物。哇，太棒了，太棒了！还有给他们准备的宠物包，哇，还有小毯子，就是太丰盛了，或者是谢谢拍摄的时候可以盖一盖。太丰盛了，太丰盛了，谢谢，没白来，没白来。是，谢谢谢谢，辛苦辛苦，感谢谭天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期待下一次给我们带来更精彩。谢谢更有趣的作品，然后再来我们直播间玩，好不好？辛苦，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辛苦你辛苦你，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辛苦，再来玩再来玩，好嘞，拜拜，多多关注佳丽直播。